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吞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彼此眼里交换勇气。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最公平的，那就是我们每天都拥有相同的24小时。我叫施双娇，大四应届毕业生，除了力气大点儿，没什么特别的。Abandon，放弃。这是我弟施俊杰，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，每天不务正业，就知道研究他那些破头难题。我都两年了，还在为这个单词，我都要放弃你了。爸，请影响我学习。看你这欠揍是不是？爸，这是我爸，是英雄，一位环卫工人。在外面他能把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可家里的厨房总被他搞得乌烟瘴气。这样马上就高考了，这是一款啊，爸慢慢看书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妈，你还在挑衅我？走走走走。Abandon。现在为您播报，室外温度21摄氏度，室内25摄氏度，湿度室外50%，室内60%，风力3级，空气污染物指数 AQI 50 ，PM2.5 浓度76微克每立方米，空气质量优。特别提示：您已243天没有开窗，记得开窗通风呀。Top X， 放个音乐。好的，主人。我是顾仁奇，在别人眼中，我对干净这件事情过分严格，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洁癖。但我觉得整洁的环境可以提高生活质量，这一切还远远不够。我创办的科林至上是一个全自动化的清洁公司，它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让我生活的地方不存在一丝灰尘。前妈妈车祸去世，爸爸在工作之余承担起妈妈的职能，照顾我和弟弟，而我每周参加各种面试，每天打4份工，我只想早点独立，帮爸爸一起负担养家。其实我们每天只要多花上一点时间，就可以过上无菌的生活，用时间换来一尘不染的生活，我觉得很值得。
陈军，吃早饭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我爸，这又是什么创新菜啊？鸡蛋壳补钙。你留给俊杰补充营养吧，他还在长身体呢。哎，你不吃早饭了？不吃了，路上买。哎，商家早啊！早上好。买菜呢，阿姨。商家早。炒鸡肉。量太高啊！帽子掉了，师傅。好了，慢走啊。谢谢。我不会像路上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为了维持表面形象而浪费金钱和时间。我的目标就是努力工作，多赚钱，好好照顾我的爸爸和弟弟。冬雪，这次的汽车保洁公司清洁还是不到位，再换一家吧。好。可是人生总有意外发生，我和时间赛跑了一个早上，却最终败给了几个熊孩子。整洁无菌的环境会开启美好的一天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我却遇上了一个最顽固、怎么也处理不掉的细菌。放心吧，我等一下会把车拿去全面消毒的。如果说我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女生会嫉妒的对象，那男生会羡慕的人就是他了。27岁，拥有30余项科研发明，所创公司科林至上，市场估值过亿，立志将清扫工作全自动化，重新定义了清扫的意义。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，顾仁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顾仁奇。资料显示，科林至上的机器人对清扫的要求能具体到灰尘和细菌的数量。我们公司的机器人呢，本身就有200多种不同的模式，针对家里不同材质的地板，也有10多种相对应的清洁方案。科林至上一直致力于设计和研发，能用科技服务于人们的生活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让每个人都可以用科技开启新境生活。长久以来，这个社会的清洁工作呢，太依赖人工，但人是有局限性的，可能因为他懒惰、心情不好或者能力不足，从而就导致他的完成度非常的低。如果是机器的话，只要给予一个命令，他一定可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。这也是我们科林至上为什么一直实行清洁全面智能化的原因。在毕业季的当下，你有什么要对求职期的应届毕业生所说的吗？这个社会优胜劣汰是必然趋势，我可以理解每个毕业生在寻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愤慨，但也希望毕业生们可以理解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发展所做的努力。而你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时间，就是时间。如何合理化最有效率地利用时间，决定了他们的成长速度，
和未来的前景。说的真好，真希望上周科林智商的面试能快点通过。你的演讲很精彩，你上镜也很好看。谢谢。我们公司想为你出一系列的专题采访。我真的不喜欢被采访，我是因为我们两家关系好，我妈特别交代配合你工作。那真的是谢谢阿姨了。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我忘记我还有要紧事要办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我整理了一些问题，我们可不可以微信沟通？顾总他从不加人微信，你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跟我联络。不好意思啊，您先过吧。顾总，真的是你啊，顾总，我刚在电视上看到您的节目，您推荐你们公司来着，你本人看起来比电视上年轻好多啊。谢谢。那个顾总，我叫施双娇，我今年大学刚毕业，我上周刚参加你们的面试，用时间交换金钱就是我的生活准则，吃苦耐劳就是我的座右铭。我觉得我非常适合加入你们科林智商，因为我有的就是时间。是，但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。顾总，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，您肯定需要一个我这样的员工。工牌佩戴不整齐，围裙上有污渍，耳边有碎发，上班时间随便和陌生人搭讪，这就是你说的非常契合的价值观念。我刚来这儿一个月，还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很熟练。刚来一个月就想见一次前后工作，这么没有定力又心浮气躁的毕业生，是没有公司会想录用你的。毛就算了，还冲出一个服务生要对我打喷嚏，一个喷嚏里面要多少细菌啊！天哪 ，Top X， 你要是看到他，肯定跑他脸上去了。但是顾总，这是梅花阿姨安排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……顾仁奇，妈，这密码改成什么你都能进得来啊？我还有钥匙呢。仁奇，相亲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你为什么让人家女孩子下表台啊？任倩倩可是公众人物啊！我可没有答应过要相亲哦。这次又是因为什么？这次是因为狗毛。狗毛？这狗毛又怎么了？这只能证明倩倩是一个喜欢小动物的、充满爱心的小女生呀。这狗毛跟头发有什么区别吗？要不你剃个光头好了。明天就给倩倩打个电话，跟她赔礼道歉，再跟她见一面。明天我不行，明天我没空，是吧，董姐？我明天没空。每天就你最忙，你就不能抽一点时间吗？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难道你们俩想在一起一辈子啊？嗯，那也不错。妈，你门怎么没有关起来啊？这样灰尘会飘进来的。董贤，不能这样一味的惯着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时候就该上点手段，强硬一点。Top X 呢？
Top X 好像不见了。什么 Top X 啊？一个扫地机器人有这么重要吗？东行，你等一下载我妈回家，我去找 Top X。哦。250几他也没说，电话他也不接。哎，大哥，你别投诉我呀！我一个临时工赚不了几个钱，你这一投诉我，大半天的工钱都没了。哎，哥，哥。什么东西啊！哎，挺沉，哎，这么高级的东西，怎么会扔在这儿呢？真浪费。Top X， 哎，您是25楼的吧？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啊，顾总。你是？那个。实习生。哎，对，外卖。喜剧。你没事吧？完了！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想扶你起来，可是你稍等一下，这是医药费，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，记得去医院看医生。这些钱是消骨毒的，干净的。我放这里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抱歉。喂，你有毛病啊！你给我钱干什么？是您的外卖配送员，不好意思啊，您的外卖在配送的过程中被打翻了，我已经让店家重新给您制作了，并且会有新的外卖员给您配送，耽误您用餐了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美女，走吧，上车嘛，到点了，没车了，来吧。我送你一段便宜的，顺路带你一段嘛。美女，这么晚，走吧，给你便宜点，已经没车了。走吧，美女。哇，现在打车这么贵。来来，打车那么贵呢？走吧走吧，走不走？人家不走嘛。算了吧，算了。再没单子，我回家了。电话呢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您什么价？嗯？多少钱能走？我可不便宜，你觉得我值多少钱？你问我，我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啊！这刚入行吧，怎么什么行情都不懂？照你这么说，我可能还没入行。没入行，你这硬件搞得还不错嘛？是不错，所以你准备出多少钱？去人民东路，5块钱走不走？啊？5块？走不走？上车，走吧。你这摩的跟其他人的还真是挺不一样的。所以有加价的空间？当然没有，说好5块就5块的，人家那边4块钱都让走。行吧，5块就5块，顺路走一趟也不亏。
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天太黑啊，我怕你看不清楚。你别误会，我是……哎，哎，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再过来，我要报警了！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要……你要拿什么？因为我也是要……不要再过来了！变态！哎哎，什么变？什么？不要！喂喂！变态！你听我解释。喂，双九，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别误会。哎，双九，双九，你别跑！哎呦，爸！哎呦，哎呦，叔，没事吧？哎，师傅，叔，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双九。人家小鹿可是海归精英，青年才俊，今儿搬过来跟我们做邻居啊！刚认识你就知道人家是什么才俊了？这不搬家的时候打过招呼了吗？你又不在。哎，我跟小鹿那聊的真是特别投缘。你好。刚认识就能和陌生人打成一片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没有什么目的啊。早上搬过来遇见师叔，晚上回家又遇见师叔的女儿，这就是缘分。哎，嘿，对，顺路还收我车费，把钱还我。行 ，OK。叔，您那个额头还疼吗？要不要我给您拿些药去？无事献殷勤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没事没事，你要学学人家小鹿，你看看人家多细心呢。我帮你揉一下啊。我上午给您拿的那些保健品，一定要记得吃啊。保健品？什么保健品啊？你该不会是那种卖玉石床垫的骗子吧？你到底是干嘛的？我是专门帮人排忧解难的。别想着骗我们家。这孩子真不懂事，真是。寻物启事我已经请人张贴出去了，重金悬赏20000块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酬金提高到50000吧。Top X 是公司还在测试中的产品，在发布会还没发布之前，这技术千万不可以外流出去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不是满分？你就是个不争气的脏东西。
喂，你好。是不是在找清扫机啊？是，你是谁啊？东西在我手里。你确定是我要的东西吗？今天晚上9点，在中央广场后面的酒吧。一个人来，别忘了带钱。喂。东贤，你有看到金书吗？金书，没有啊。你帮我拿一下。小刘，我那会儿差点神经早就没了。真气着他了。快快，顾总来了，收拾收拾自己东西，快点来了。啊！收拾收拾，酒精给我用去。是酒精的，快烧了这个。那你帮我转告金叔，所有人工部裁撤的人员这周统一办好离职。哦，好的。那面试新员工吗？一定会注意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！我今天呢，嘘，怎么了？这事又想咱妈了，你怎么也不知道给她盖个毯子呀？哎，今天是不是轮到你去替爸爸的班了？我怎么记得是你啊？少废话，老规矩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 ，yes。玩这个我就没输过，小兔崽子，好福气啊！还不是因为你每次都出石头。晚上9点。在中央广场后面的酒吧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我的车牌号是江 A 86-8912。喝的还挺开心啊，没，明天接着喝啊，没问题，今天可以啊，嗯，哎，看见那个垃圾桶没有？啊，我刷了一下就能投进去，我不信，不信，不信，10块钱都赌不赌？我，看着，哎，啊，糟了，去吧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没看到你，没看到你就可以乱扔吗？没有，我这儿是篮球场吗？垃圾桶是篮球筐吗？小时候老师有没有教过你要保护环境？不，我不就扔了个瓶子，不小心就砸到你了。马克学长，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他？我太冷了，故意的。怎么办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你快走吧。我这不小心的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没关系没关系。他道过歉了已经。那个，他真是。走吧，你们走。我们是在哪见过啊？没有，算了，跑吧。你们认识？见过啊？那玩费什么劲儿啊？就是嘛，都是朋友。你等一下，
哎，别走啊！干嘛去？去哪儿啊？爷，跟过来了。等一下，刘管科。今天晚上九点，在中央广场后面的酒吧，一个人来，别忘了带钱。前面是，嗯，哎，看那边，刚才有人叫了一声，我出事撞上个垃圾车吗？嗯，撞的挺惨的，看我刚看那个好像垃圾车直接就冲过去了，看啥呢？同事撞垃圾车，看车在逃走，在哪怎么在哪逃？对，人车没动，没事的，往上撞，看着好像问题不大，没事，这挺东西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你好，先生。你也知道是吗？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一下吧。啊？肯定有问题。好，我找交警来处理。干嘛啊你？怎么又是他？是双娇？等着我呀！拍照让我看看。拍节目了吧？哎，你快拍，你快拍。满意了吗？事儿不少。我的电话，车子我会照价赔偿。没事吧，双娇？谁都想做个可以衣食无忧，在别人面前都是穿着好看的衣服的女孩。可生活让我必须工作，很努力的工作，才有可能让家人幸福。我不想被大家看到我现在这样不堪糟糕的样子，真人欺人太甚，不行，不能把东西给他。
姐，怎么那么晚回来？怎么了？饿不饿？我给你煮泡面吧，正好我也饿了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哦，哎，以后啊，石头剪刀不取消了，爸爸的班都由我去替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当弟弟的是不是很懂事啊？好好复习。我已到达约定的地点，没有看到你。赏金可以商量。Top X 对我很重要。我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有钱了不起啊？真是。顾总，车已经送去消毒了。这是物业提供的 Top X 丢失那晚小区的监控截图。接近我！我告诉你啊，姐姐我可是道上混的。顾总，我很快就要成为您的员工了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啊，赤双骄啊，你真是倒霉啊！怎么偏偏只有那个自大狂的公司录用你？你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啊！那个大哥，咱们现在都是文明人、文明社会啊，你不要随便动手啊！个十百千。5000？厂商用正规的玻璃清洁剂，还更换了雨刷器，把车做了全面的消毒。那也不用5000嘛，你们这是正规厂商，上面有明细。我是犯了错，但我又不是傻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去找个专业人士测一下呗。Top X， 顾总，没想到你也在车上了。Top X， 啥？
做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夜空下的渺小，命运不朽蝙蝠生活几足，不大梦该如何做到。你们会安住是想把时光再次跳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无解重归于好，成长就是这Bye.